看一大事件。9.9，九点九，弗兰杜达成 LPL 700出场。哇、哦！哎，你们，哎，你在蛇队打啊？你在蛇队跟他同队过对吧？对啊，对。哇哟，9.9，该9.9。哇，他直接把老黑有点夸张了。哦，他们那个另外个沙滩是吧？对。怎么说？真得倒水，还要点烟，倒完水还要点根烟，然后上风，点完之后，一边打训练赛一边捏肩，我靠！哇，弗兰杜！哇，居然有人说弗兰杜对线不行了。哇，董哥，我顶级董哥，顶级董哥，弗兰杜对线不行哇！顶级董哥来了，容易被吃镀层。顶级董哥，我因为选手容易被吃镀层，所以 ETG 没续约他。我的发兄弟，顶级董哥，他这句话可以攻击好多人的感觉，每个人都可以说几句话的。他其实在 ETG 的上单都要被吃镀层的呀。啊，都打的那除了夺冠那个版本是蓝枪什么的，大部分版本 ETG 上单都是大树啊。顶级因为所以。对，我刚才还没逮到。不是今天这个人为什么也一直在啊？我都评分过好多，我在试了一直评分呢。我又想起笑话了，我想想啊，马瑶无敌，马瑶，卢锡安加猫搞一把兄弟，搞一把，不是很多年前的组合吗？马瑶无敌没有去年，马跟瑶，这个没道理，就像是克里斯说的耶，对，这个是不，这个绝对没道理，像是我在说，但是克里斯的脸确实玩不了沙皇，我的脸，卢锡安的脸。啊，真的？你的脸不巨魔吗？又，我突然想搞一把马瑶，兄弟，怎么说？还好吧，辣妹，感觉辣妹上去也行。
啊啊！辣妹跟辣妹，辣妹上去，撸着上去，对一分钟见，直接说句西巴鲁马给西巴塞给，他妈的直接捅了。好想看辣妹辅助职业选手，感觉直播效果节目效果爆炸。武汉昆明职业选手了吗？要现役，然后巨猛的那种职业选手跟辣妹打下路，感觉巨好看。真的终极好看。对面是谁？随便，对面也是职业的两个，感觉巨好看，兄弟。直接给我把呼了。然后辣妹还要在那开骂，在被骂之前先骂别人，反客为主。本人我干，哎呦，怎么还有发公告的？傻死你！还有自己给自己发公告了，太变态了！我操！